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.0 踏红破浪任务宝箱两个成就，湖上之光向星星许愿任务攻略，多日隐藏任务养石华丽宝箱一个，回声之子部落祭文，几风的一响加暗哑的回响。然后接取地点的话是在这个地图上方，回声之子上方这个位置啊，它应该是有提示的。然后你这边传过来，过来之后呢，你对完话之后呢，应该自动接取。然后我们来到，然后打开地图，来到左手边这个地下的传送锚点啊，这个传过来，这个是当时我过主仙的时候不小心做了。然后你走过来之后呢，在这里应该是有个 NPC 的啊，然后你过来就会自动触发对话。你把旁边这个怪解决了之后就，做完了。然后我们再传过来啊，到落地之后呢，东方向地图右边。过来和 NPC 对话，好，对话之后呢，我们来到回声之子左手边这个仙神像啊，传过来。好，落日之后呢，小地图下方南方向这边点任务追踪，来呀，好的，展示你的。然后围这边山绕过来啊，东方向地图右边。来到这个任务提示地点，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直走啊，然后我们按一下 T 键变成这个龙，然后按 E 键这边顺着边往上走，然后有东西挡着我们就可以用普攻啊，鼠标左键普攻打掉，然后从那边走上去，鼠标左键普攻，这边的话第二幕完成啊，然后这个回声之子的最后一幕的话目前还没有解锁啊，现在还没有出来，好吧，西方向地图左边，小地图左边西方向，好的，啊，你自己去开一下这个锚点啊，自己从旁边的这个七天神像啊，比如说这个是开过了，然后直接跑过来就行了，然后过来，然后这边落下来之后呢，在这里有个 NPC， 然后在这个 NPC 这里还有同样一个感叹号，就可以接下这个任务了。接着我们来，好，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按下 T 键，好，你这边接回来之后呢，看一下西方向地图左边啊，这边啊，跳跃啊，跳跃加鼠标左键，然后撞一下这两只鸟啊，这边是两只，然后再继续往前按空格跳跃，然后再加普通攻击把它撞下来。好，这边第三只赶完之后呢，小地图下方南方向这边气球这边第四只啊，撞一下，然后在这个杆子旁边还有一只跳跃，然后鼠标左键撞一下，第五只，然后最后一只在这个上面，在这里还有个什么贝壳啊之类的，你也拿一下啊，有个闪光点可以调查一下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然后旁边这里是任务指引，试一下这个元素威力啊。好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按空格往上跳啊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会给你第二个贝壳啊。好，这边做完之后呢，这里有个宝箱啊，这是个任务宝箱，好吧。接着我们来到右手边的这个传送锚点啊，传过来，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过来，来到这个这边最小对手，这里的话也有个贝壳啊，拿了之后呢，我们把怪清一下。好，这里，然后这边放置啊，我们这边是三个贝壳啊。好，放置完了之后呢，从这边下来，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把时间调到第二天啊，接着来和 MC 对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来左边这边按一下 T 键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往上爬啊，然后捡一下这个吃金币啊，反正就是，然后我这边绕一圈，然后从这边往上跳啊，好，跳上来之后呢，这边鼠标左键，哦，鼠标左键，然后往前扑一下，
然后再乘着这个，刚才那边吃完是16个啊，刚才那一块吃完是16个。好，然后继续这边往上跳，左边。好，吃完之后呢再来继续。我刚刚路过的时候好像漏了一个啊，但是应该是可能是有多的啊，我们先做啊，然后来到左侧先捡一下，吃金币啊，相当于就是这里吧，空格往上跳啊，跳上来这边还可以吃几个，继续往前，这里进来，好，好，这边长按空格弹上来，好，下来，然后右边拿一下直奏，然后在这边也是按空格往上砍。好，最后我们在那个下面弹上来，好，这边做完之后呢，在这里也会出现第二个任务宝箱啊，这两个任务宝箱向星星许愿啊。那首先你来到这个最右边这个遗嘱庙宇右上角这个传送锚点，去到这个点位啊，传过来。好，落地之后呢，小地图右边，东方向地图右边，这边直走，哼，过去接任务啊。然后中间这边的话，我们要跳过去，跳过这个略口，然后往前走，东方向地图右边，走到这边会有任务提示啊，在中间的这个像个坑一样的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来和这颗 NPC 对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这边直接下路啊。好，这边的话在旁边小地图上方北方向这边按下 T 键，然后我们看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按 F 激活一下，激活完了之后呢，来到这个前方这个位置，有个像银色的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潜下去，然后按普攻啊，潜下去按鼠标左键。好，然后再看向小地图左边啊，西方向，然后左边走上来，按一技能啊，这边的话它是有提示的，然后在右边这边往上走啊，我们还是按鼠标左键普攻。好，打一下之后呢，回头这边再继续往上走，围这边绕一圈啊，围这个墙壁上面绕一圈，然后看向周围，这最后一个按鼠标左键打一下，好，然后回来按 Q， 然后切到人形态来和 NPC 对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来这边，这里我们把刚才拿到的碎片放置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那这个任务就做完了，任务叫做养石啊，需要限时时间4天才能完成。那你自己开一下这个传送锚点，在一个主庙主仪庙宇左下角这个锚点传过来，兜离之后呢，西方向地图左边啊，这个任务做完的话会有一个华绿宝箱，然后需要限时时间4天。然后我这边大概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你每天天的话是提交5个铁矿或者白铁矿，然后第二天的话是提交3个翠宁金矿，或者是水晶矿，或者是紫金矿。然后第3天的话是提交1个万象石。然后第4天的话，你过来啊，这个门就会开，然后你把怪击杀掉之后，里面会有个华丽宝箱，好吧，在这个后墙后面，然后可以拿到30个原石啊，30原石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先把这个铁块拿了啊，这里的话，到时候我会重置这个视频，然后换原啊。这边大概跟大家说一下，这里的话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给他5个矿就行了。
好，然后限时时间，第二天你再来找他啊。